我刚才在里面听到一句话。什么？是谁今天要办这个活动？然后呢？你觉得很难过？没事，有时候人只是随口讲讲，你不要走心啊！你不要走心啊！谁出的主意要办这个趴？最原始的话题问题是谁的主意？哎呀！有人用湿纸巾擦眼泪了吗？这样妆会掉哎、欸。虽然轩荣没有化妆，事情如果没有在轨道上面，就会觉得不是。因为我刚才在里面听到一句话，什么？是谁今天要办这个活动？然后呢？你觉得很难过？没事，有时候人只是随口讲讲，你不要走心啊！你不要走心啊！谁出的主意要办这个趴？最原始的话题问题是谁的主意？没事，真的没事。红萝卜有点辣。来来来，对，红萝卜太辣了。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。不是你啦，我觉得你想把事情做好，刚不在家，然后给自己的压力太大。我知道。今天就是大家来开开心心玩，你有享受在其中就好，你不要把自己给自己压力太大。没事，他也是无心，你听了也不要在意。没关系的，没事。你有买食物吗？就搞惨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带食物，你没有买食物吗？你被大厨怎么用？你会这个吗？我不会，我没用过，但我愿意尝试。哎，为什么你没买甜不辣？为什么你们不先说？我肉不见哎、欸。那到底在哪里？会不会全部被烤啦？我在找我那个刚刚那个锅，其实很好。他要做那个。不要啦！救命啊！戴森，哇，是谁尿？啊，受够了。我觉得现在进度有点可怕了，3:44、4:50。放轻松。哎呀！有人用湿纸巾擦眼泪了吗？这样妆会掉哎、欸。对不起。虽然轩荣没有化妆，但是我不太直男，但是会有点泛油光、泛亮光。没关系啦，这样就好了。来，我救出了你的这个。没事，真的不用。我觉得你把自己绷得太紧了。你看，今天我们一下子在布置，一下子在备料，一下子什么。你这边也要顾，那边也要看，然后这边担心，那边烦恼的，结果我们每个人都很尽兴，然后主办的人压力这么大，那也不是我们想见到的。